You are beautiful in every way. Brilliant. I know you'll light up the world someday. Yeah, that's what my mama used to say. Those ways they keep coming back to me. Yeah, we're never gonna slow down as long as we're on our own now. Keep chasing new highs, staying up till the sunrise. And if we ever lose sight, we rise and fall together. Hello. 嗨，孔怡素花，好可爱。送给你的花。谢谢你。好，给你买了十一朵蓝色的，蓝白相间的玫瑰花。一一，它的谐音啊。哇。你别笑，你别笑啊，走吧，走吧。走去哪儿啊？去换衣服吗？潜水。挺好。我的天哪！你是来这儿玩过吗？嗯。哦。我还以为你会表演一个那种，你懂吗？我下午学了一下了。学了一下。优秀。拜拜。拜拜，一会儿见。天哪，约我的话我会发疯哎，因为我没办法穿给我还不熟的人看全身紧身。我不敢，你有办法吗？全身紧身。我倒是不怕生，我还不熟哦。我穿上就像一个。我这该要秀肉了。哎呀，他很长袖哦 ，OK 的。哇，壮啊！哇，你怎么游泳还带水杯吗？游泳怎么还带水杯啊？这是什么呀？眼镜。你不得教教我？嗯、小心点。他泳衣的那个旁边还有小花，哎，太 cute 了吧！你反过来。哎呦哎呦！穿鞋了。他加了美人鱼。我这个。啥呀？然后谁哪儿啊？谁的草里？咦，太可爱了！亮了，哦，这。这个好好笑。我换个小的呀，但提着掉了。穿这个吧，因为换个小。我已经拿错了，这是一个试衣三的。哈哈哈哈哈！开了我那下巴的。对。他俩穿错鞋了。升级进去的吗？走着，鞋没了，谁走啊？是不是把我三八穿走了？看一下，这个有点屌。啊？确实是。没好意思说。好可爱。他咋那么可爱呢？我天。太丢人了。他默默的承受。确实危险。要带他。对，没有他。哎呦天哪！哎呦天哪！这个白的，白的，我装水袋吧。
啊！行行，基本没掉，基本没掉，确实不是因为我素颜就长这样吧？啊！好可爱，太甜了。不过你没有黑眼圈，没事，一般很健康。主要就是大哥的偶像包袱。没有，主要是跟你在一块压力比较大。哦，哎呦，锁死了，锁死了。哪儿？是哪儿？你在前面有，我在后面跟着你。什么？可以。你别去太深就行了。然后我也跟不上。哇！两个人都会自由潜，这好美哦！哇！好美，好酷啊！How you wonder where the time goes? Remember how I slipped that first night? Wow. Trying to stick it through your window, woke the whole house. The medicine you laugh so much, the memories are not enough. Oh, so we just dance. 哇，干嘛？也太浪漫了吧！有点浪漫哎。我觉得威廉真的很容易这样子。如果他一直全程帅气的话，反而会不对，有那种反差萌。得亏那个台儿就是不是很硬，不然给我撞傻了，撞口了。哪个好看？他这样太可爱了。下午他们和好了，和好了。现在吃到六分了。你还可以多憋一会儿吗？让我试一下，我试一下就行。是啊，注意安全。哇，十二米啊！哇哦，哇，哇，威廉他好厉害啊！哇！哇，好美啊，太浪漫了。下到十二分。爱情的力量。真的是爱情的力量。好，开始摆 pose 了。对，挺好。然后顶下来，底下钻出来一只。啊，这是救等等我。没有在水面上撒娇了，总算是。可以再下一套都可以。嗯，好啊，走吧，走。准备好了。OK， 准备好了，你出发。哇，这个好厉害啊！哇，这个女生好美啊，像美人鱼一样。啊，手啦！大家多浪漫啊！哦，不要这样子啦！
走了走了，走。这都到了。帮你开门。哇，谢谢你。你吃晚饭了吗？我吃过了。你吃过了？嗯，这是那烧烤，我先尝尝，是我买的那个超级碗。好香呀，好香呀！你很细心哎，知道他游泳完会饿。这个行，好吃好吃。用一双筷子吗？一口反省，你尝了一口，偷偷尝的。嗯哼。We were singing the words to all 55. You and I had just arrived. It didn't take long before the song came alive. 吃完了？可以，可以。吃，吃，饿了。你的活动量太大了。哈哈哈你小时候就跟爸妈一起吗？对呀。啊，你觉得你爸对你更感情深，还是你跟你妈感情更深？我觉得他们俩都是，但是他是不一样的深。啊。爸就是默默的爱。啊。就我妈是那种，就她平时，然后就是又不吃饭什么，就反正老喜欢说叨我几句。我妈也是，她老说我。那我觉得就还是只有家人能最大的影响你的情绪。很多事儿，反正哎，就是思考方式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想法都是肯定希望你好的，方式什么的不太一样。但我爸妈都是那种相对独立的人，就比如说，嗯，我妈她会自己一个人去旅游，哦，然后我爸也是，就是老自己去散个步啊，然后打个球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家都很独立的人。哦，但我感觉我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合群，就我只想跟我想一起玩的人玩，我好像从小就这样，就我要不就是那种都是特别好的，就真的特别特别好的朋友，要不就是跟剩下的人就基本上就没有往来的那种。嗯，向你靠拢啊。向我靠拢干嘛？向我靠拢，我就是跟谁都能聊两句。对，但是我觉得没有你那么果断的性格了，我有点优柔寡 断。我这叫任性。一个双鱼，一个白羊，肯定一个优柔寡断，一个果断。这不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叫爱憎分明。哎呦，你是什么包罗万象？包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还挺合群的人。我是挺合群的，但是我周末想就找个朋友玩，然后人家都在忙，就是成双成对的在忙，然后呢就有点不太合适。那你周末干嘛？吹萨克斯先生？就是不太固定嘛。一个人就可以听音乐，什么看个电影。有时候我晚上跟我姥遛弯儿，跟他看会电视。你这么吃哦？逗他玩会儿啊。逗他玩会儿。我在国外自己待着的时候，就觉得没意思，就想回家。哦。但是我一回家，就是虽然从来没有跟我爸妈说过什么那个，说什么得需要他们这种话，但是我就自己在那待着，就没有很开心。啊。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想赶紧回来，嗯，然后就实习啥的是吗？就是想回来就开始就正式工作，我觉得在工作中可以得以成长。哦。但是现在吧，我又发现，姐妹的事业心可能也没有那么强，就是我还是很需要一个那种自由的空间。我现在对我自我认知非常明确，我的身体已经没有革命的本钱了。你还可以拼一拼，加油冲！我是得拼的，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给我爸妈证明我自己。就我如果能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让他们过上更好的一点生活的话，肯定不太一样，就不能说停留在他们这个水平就不去努力了。就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就是有时候有的时候还是挺有自信的。对，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实施起来还挺难的，就每一步都比我想的难很多。我觉得现在选择大于努力吧。确实，聊得挺深的。做这，我觉得两者都得结合吧。但是你如果赛道没选好的话，你再怎么努力有啥用？挺对的。
就是人还是得坚定目标怎么样。那怎么说呢，反正我现在是觉得可能还是想自由快乐一些。知足了是吧？对，躺平也不是，就是会觉得嗯够，就是实现价值就够了，不要压力太大了。对，是吧？就反正就这么一生开心最重要。他们就是甜，他们就一直走下去啦。很甜，我觉得他们真的到了那个点，他们的整个进展真的就是谈恋爱的那个方向。对，好喜欢他们这种双向奔赴啊。